你有病吧？你干嘛？她是我老婆。哎。哎呀，你扣都没扣上，头发都乱了。真不要脸！啊，滚玩！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怎么办？他会不会出去乱说？按照果然的脾气，应该不喜欢搬弄是非，搬弄八卦。万一呢？我还怎么做人呢？万一要是传到你老婆那里呢？那就让他，那让他自顾不暇，那就让他没空乱讲。他要是真有什么把柄，我能把他扳倒，还要等到现在。你刚说你听不少业主说关于卖他的事儿。我老板心愿达成了，这么开心啊。管总，您这话说的，要是被别人听到是会误会的。麦特出事，谁也不想的。我指的是你承诺的项目，那么紧张干嘛？不要咖啡了，没胃口。哟，小果儿，今天穿裙子挺好看的，以后别老穿个裤子，跟个男人似的。女人嘛，就应该体现出自己的优势。你觉得女人的优势应该是什么？知进退，懂分寸，该服软的时候服个软，高处不胜寒呢，不适合你们这些女人。你说这样的话会让我误会，以为你是职场歧视。如果写一封邮件投诉到总部 HR 那儿就不好了，是不是？拿下了恒天，本来总部要升我，但僧多粥少，我的升职可能挡了有些人的路，抱歉管管，连累你了。没想到这么快。那是的。林太太，我是 T2 的管文，上次您说喜欢我们这一期新出的小珠包，我用员工福利领着一只，您今天有空吗？我给您送过来。不用客气，林太太，公司福利物尽其用嘛。我这会儿刚好在他们办点事儿，那咱们就一会儿餐厅见。Lady 啊，你今天从公司早退约的谁啊？林月吗？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自己就能搞定恒天吧？你应该照着镜子看看，你来 TL 这几年干成过几件事儿？你无非是头上顶个副总监的头衔，干的事情还没有下面的 A 的靠谱，我都替你害臊。在总监例会上，我松口让你负责恒天，无非是给我自己一个台阶下。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可以翻天吧？你不要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可以赢我，门儿都没有。还真以为自己是部门总监了吧？啊，我们的大美女看着不太高兴啊，啊？不会是因为我拒绝了提前交场给你们吧？我也要平衡一下品牌关系，
让被你们抢了位置的品牌做三个月的临时店，不算过分吧？喂，花花，我被人欺负了。你在哪儿啊？老公，下班了吗？一起吃晚饭，我在餐厅等你哦。我今晚在公司有电话会议，你自己吃吧。你看，我都干了啊！林总，您的酒少，没你不干，没有问题啊，长得漂亮嘛。啊、来，给你多倒点儿。好好好。哎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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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是，我太不小心了。哎呀，这啊，哎，我总是忙手忙脚的，林总不介意吧？没事，没事。这就是你说的在公司开电话会啊？这临时改地儿了。你谁呀？你有病吧？你干嘛？她是我老婆。你没说没摔着吧？哎，别别别别别疯了你啊！别别别